我们来人这一辈子就经历一个游戏，所以就说意识的扩展和提升，那跟这个空性方面意识的扩展和提升，佛学里面没有意识，它都不扩展的，它不让你停下来，它不是说你扩展你的意识，你的扩展你就是想象力嘛，你怎么扩展？从人力的角度，你扩展，你扩展到银河系啊，你扩展到哪？只不过是感觉不是说这种它是就好像我们说的那种空性的那种。你怎么扩展？我听听，怎么扩展空性？空性怎么扩展？有个你才有扩展嘛。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执着于有了，现在你执着于有一个人了。然后你在这有的解，他说这就你已经知道你有个你了，你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一件事，那你在这儿，你本身就是个幻境，你在这个幻境上做的任何事都是徒劳无功的，这样始终是轮转，所以先把这个最基础的幻境去掉，这才是实相，就是六根嘛，眼耳鼻舌身意，停下分别意识才是，停下你的认知才是。所以只能不说话，这怎么一张嘴就错，一张嘴就错，你咋那起码把错的咔咔咔一说话，你一句话就是个定义，其实佛学是一定义就错，他要停下来就真的是妄言妄生妄言妄言妄生妄什么都停下来，人类的所有的见闻觉知认知啊觉体刹那之间在这停下来，这才是入定啊。什么能觉我觉灵动的我，肯定你一会儿你就动了嘛，但动了再停回来，这就是定啊，这就是修正，就这见闻觉知认知定义，就这样入道。反正我们佛学是出这样修的，有段时间啥也不能干，真的是不起念。大家就像人家六祖说，六祖无寂寥，不断百思想。人家在念头里边转，人家起念了，那是正道的人说的话。你开始就得停下，你肯定停不了，因为你微细的这种念头，因为时空还在嘛，时空是你制造的幻境，你知道吧？时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们还是一条线的。你知道圆觉的人是这样的嘛？起点跟他的时空线是这样的。那我们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从哪来的不知道，未来去哪不知道，就这么长一截儿。你看是看问题，你不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过去从哪来的，源头在哪不知道，未来在哪不知道，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事，它就没有起点，没有终点。所以你就根本找不到起点在哪，也没有当下，其实是，这个只是你意识层面不停的潜流，意识层面潜流，时间产生，时空产生，你的认知产生，你只要有认知，你就在时空的幻境，你就看不到实相，时空、时间、空间就在骗你，说你是这个，说你是那个，你知道吧？说你是生生世世，说你每世是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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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骗你，是吧？你就算是你那一世是上帝也没用。你这一世明显的迷了嘛，是吧？明显的我们坐在这啥也不会嘛，环境也很重要，道理也很重要，就是伴侣呀，就是你在身边，尤其是你身边跟你每天接触最多的人也是蛮重要的，就是这叫道理嘛，环境、道理、伴侣、修道道理，蛮重要的，老师也是蛮。我自己感觉我没有我的上司我真的走不出来，因为我的老师拿着，因为他的智慧就是他永远比你高一点，你往上修他就高一点，他不说高很多，他就是你往上他比你高一点，你往上他总能指导到你的盲区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盲区啊，自己照看不见的，就是这就像行菩萨有灯下黑嘛，这地方就是他能照远，但是灯自己下边那个地方看不见。就是盲区是需要道侣呀、同行道友给你指出来，或者老师给指出来。但一般同行道友都指出撞击你的时候，都是有习气欲望撞击你，那老师都是有智慧开导你的嘛。
老师他是站在高度，他不跟你一般见识嘛，他会哎知道说你哪块有盲区了，你这样要改啊，你怎么？但头学道友不管善心啊，你要是有你要自己错了，别人人家给你让你受果报就受了，他就是拿习气欲望跟你碰撞。嗯嗯。所以啊，都是度，但老师度的舒服一点。是啊，这就是是老师度，老师不跟你计较嘛。这三个都修罪，我觉得都是也都是很好的助缘，上师、道友、环境，很好的助缘。嗯，都是医治嘛，好的医治。嗯嗯，瑜伽也不错啊，就瑜伽馆好歹也是个静心的地方，也比私塾你去菜市场啊，你去赌场啊，你去还好一点。好歹你们有个逃的地方，说我去瑜伽馆，瑜伽馆好好的，大家进去都说是要静心。要修炼，哎，他最起码那个意识，这就像有的人一进寺院，他就算再坏，他也双手喝个水，是吧？他不会在寺院里五路扎着拿着大刀在那在佛面前怎么样撒泼的那种，是吧？你看他进了商场，进了赌场，进了那些就不一样了，进了饭店还吵吵闹闹，我要吃个乌龟，进了饭店，但是进了佛是寺院他。他想吃乌龟的心马上停下来，我不吃乌龟，阿弥陀佛，是吧？不一样，你进了饭店他就不行了，看见乌龟啊就那只了，是他就是环境嘛啊，好歹瑜伽馆进了瑜伽馆也静一下心吧。嗯，我觉得我们很幸福，有这么好的道场，是有时候不会珍惜，以前就好了太少了。在那外面兜兜转转，嗯，不白练，在世俗法，世俗法很多东西都不排碰撞。你在外边，就算是说我们在外面没修懈怠或者什么，但是一旦觉照起来，你就会放下很多东西。你不在外边待着，你不知道，你觉得你经历过了很多东西，真的体验过了，你就放下。你放下的目的是，第一你放下，你才能心性上放下了，你能看清实相；第二你在行为上你真的放下了，你才能拿出时间专修。嗯，很多玩的事情都舍不得，都想哪有那么多精力时间，做了这个肯定做不了那个，是吧？我们一天24小时是有时间的哦，今天一天24小时除了吃喝拉撒睡，除了睡觉你还能剩多少？那肯定休息肯定是有时间的哦，是吧？拿出东西，拿出时间做的嘛。刚开始，没些时间，不先练点基础，你怎么在红尘里边，那每一个里边见实相呢？见空性呢？每一个里边，苹果里边见空性杂见，是吧？啊，你现在坐垫上练嘛，练离相，离了相，你在那里边都是空性，哪儿都见。Thank you.